奇怪呀、啊，偷偷抓一下。帮你贴 OK 绷，可能会有点痛哦。啊，好近。真的吗？我的也不错，你要试试看吗？你不介意我的口水吗？好啊。回民宿干嘛？洗澡睡觉哦，太浪费了吧！好可怕哦，会不会有模型啊？好多蚊子哦！我们绕一圈就回去了啦，不要太失礼。好啦，你们这些胆小鬼！还有多远啊？好可怕！两姐，你不要跑我呀！啊！你们不要走那么快呀、啊，可怕哎、欸！我保护你，快走完了啦，没事没事。重返一个题是什么烂主意呀、啊？他是想要把小咪会故意装笨吧？哦，啊，结果小咪根本不怕、啊。你冷静一下，只是狗叫声啊！对不起，哦，好痛哦，我头受伤了。你们在这啊？我们早就走完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好无聊哦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这里只机车回民宿，打开十分钟就到了。我要爆汤了！前前后后面也是可以，可是好没安全感哦。这样子爆他会不会很奇怪呀、啊？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很随便的女生？哦，怎么办？还是稍微扶一下好了。风那么大，他可能没感觉吧。偷偷抓一下。怎么没毛巾了？啊、哦，我刚洗还有啊。我也有啊。上一个洗是谁？我。你用几个毛巾啊？三个，一个擦头发，一个擦身体，一个包头发。你用那么多干嘛？我在家都这样用啊。女生头发很长哎、欸。我在家也是哎、欸，头发太长需要一条带。第一次看到头发放下来，好不一样哦。我帮你擦一下好吗？他怎么啦？刚才鬼不小心撞到他的头。哦，只有撞到头吗？哎呦，嘴巴没有撞到吗？嘴巴。怎么啦？好奇怪，感觉奇奇怪怪，嘴巴又没有嘟起来，怎么会撞到了？好怪一点。只有一点点破皮，我看一下民宿有什么药。哦。你帮我按着头发，我帮你贴 OK 绷，可能会有点痛哦。啊，好近。好了，